今诸大事，为诸众生宣言。宣是宣讲，言是表演，宣是言教，言是身教。啊，看设方祝福，同赞之，誓愿一成佛了。啊，古云开化显示真实自己。这句话说得好啊，这事情也是真的。我这个一生讲经52年了，啊，在我讲这么多经论的法缘的状况，都比不上讲《无量寿经》的法缘殊胜。讲这部经，听众特别多，特别殊胜。啊，这不是一次啊！这一部经我讲了10次，这一次是第11次。啊，一次两次是偶然啊，每一次都那么样，是不是？说明呢，这个法会确实得十方如来赞叹啊，十方如来的加持啊，啊，那么学习这部经当然也不例外啊。你平常在家里读诵经典，你细心去体会啊，读无量寿经跟读别的经呢，你的感触不一样啊。我对这个桩事情深信不疑啊。我们要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给我们摩顶受记，你就念无量寿经就行了。你念一遍，佛菩萨给你加持一次，给你摩顶一次。